直播这块还是得看刘玉宁，玩你有我没有游戏抛梗全场爆笑。你们玩过吗？可以啊，我已经想好了。你果然酒量不错，你果然你啥都会玩，你是。从热巴开始，什么你有我们没有的？我会做饭。那怎么办？我也会怎么办呢？那我也会啊。你是故意就是让广大的网友知道我们两个男人会做饭，对不对？各位朋友们，我毕业于丹东烹饪二技校。很抱歉各位，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会做饭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就是在剧组整体没有他们给他们那个什么，给他们做过一次饭，是我的问题。工具了，到你了。我跟周杰伦合唱过。那你说哪种合唱？我现在在这个直播间放一首周杰伦老师的歌，我马上跟他合唱。合唱跟他真人合唱。对，你得加个现场。我发过专辑。我如果发过单曲算不算？那不算的，发单曲我们热巴也发过。我跟李荣浩一起划过船，那不输了。你这个我觉得不太行，因为我还跟我妈逛过街，你跟我妈肯定没逛过。我跟他去过市场买菜，你跟我妈肯定没去过。跟我姥那个什么一块儿这个做过饭什么的，我跟我二姨吃过饭什么都。